多的。动作就是我的日常。因为我们隔的时间稍微有点长，所以就是会忘记。就是我们每一次演唱会都会有一些环节是不一样的，不同的舞蹈，不同的走位衣服，所以你就会想说他们会想要看一点不一样，哪怕是一点点都好。上台吧，兄弟姐妹们 ，Let's go！